这位是莫连长，这位是莫连长，我们都叫他小莫连。这位是三连连长穆剑锋，当连长的时候才23岁，现在是全体刀兵最年轻的连长。我吃错药了。 英海，您吃多了，现在还醒不过来呢。小莫大夫可是我们医学院的高材生啊，刚刚分到总部医院一个月，主动请缨下连队。莫大夫，啊，真受不了你的宣传语，什么主动请缨？我就是听说这个地方风景不错， 我来游山玩水的。我说的可是事实。小莫大夫，啊，还晕吗？有点，好多了。